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柯P传教士，柯P又不见了。然后今天就是要再去搞这一台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 QTR 聖戦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传教士。泰山的车终于要去换鞋子了，要把这个又大又肥的轮胎嘛换掉，要换帅的铝圈跟轮胎比上去。啊，顺便好了，你没骑，因为你去阿吉亚换嘛，换起了你叫伊来骑，应该也较赞。我觉得高度你要，就大概就是两尺多了，换你别在那边看面膜，看你要不要长轮还是不要长。我跟你讲，你讲，哎，哇，胎壁会这样摇啊？我们拭目以待，走吧走吧，泰山走。走，你有没有要去？后面要去，今天我没有去啊，今天就泰山去而已啊。今天我自己要出动，对啊，回来再绕一下看感觉。对，回来邀请你试车。好啦，上车啦。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OK， 今天应该会留车，拍拍就可以了。好，出发。排气管的东西，就是关绿色，就是开常开，啊，这个是一个转速以上它就开了，是这样，好，我试一下。对，所以它哦，3000转以内没有声音。没坏，你开个啊，刚刚。有啊，差很多。差很多哈，差不多。感觉是另一台车。对啊，这个是正常诶，你也台湾地安尼，它硬，可是这样就过了，这只是硬哦，就跳跳跳。这次排气管花了多少钱？六万多、哦。嗯，所以这样讲了，排气管花了6万，铝圈加轮胎那个3万应该很轻松。没有，那啊，铝圈也要2万，开3万，3万这几万也是还好啦，我觉得还好啦。你这个车花起来是还不到1/3价嘞。我跟你讲哦，排气管改了之后啊，会很耗油，因为你又想听那个声音，都会多踩。车工好像调了蛮久，我就不知道他们调了什么。其实放在那边好几天了。不要下班好吗？没有啦，其实这个调真的是为了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可以高弯，你高长弯，为了那一点，就怕太多又不能太多，这样就是哦，一点点一点点这样调。我跟你讲，这次轮胎最少拆个10次应该有啊。其实老师傅跟一般的比较菜的差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师傅为了那一点，他宁愿再拆下来，再转那一下，就是多那一下，就是多费那个功，才会变得更好。我老板刚啊，把给的就差不多了，差那一度就过了，有没有？还是差那一点点。就差那一点点。我那天看到排气管，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排气管还要装 OBD？ 换台机接 App， 你可以再接别的啊，可以一堆二就好了、啊。插那个干嘛？对啊，啊，我还可以插什么？比如说抬头显示器啊，什么鬼的啊？哦，那不需要了，这 App 就都有了，水温都有了，水温也有啊，它会一直跑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搞一个手机架就好了。你把那无线充电板啊，后面就是这个插下去就好了，就卡在那边就好了。嗯，啊，直接插在这里就好了。它这个插了要调掉，好像不错哦。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呢。对啊，直接插一下无线充电。对，你 OK 哦。我都想好了。还有一些东西要弄，慢慢来了，我的还有很多了。你还有什么？铁套要用啊，航行杆啊。哦，但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些声音，现在听到最多的就是那个安全带的声音。它改掉啊，
啊，三点式，三点式，对，三点内衣跟内裤，下车下一个穿着那个的会吓死，三点，然后还戴帽子跟墨镜。到时候塞车嘞，啊，那赶路肩的话，这太占人家。路肩是可以走，其实路肩好像现在限速是60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路肩丑的话，你就要下去，不能再出来。我好像找到可以坐的东西，V12的桌子。V12，你有 V12吗？没有。找到 V12，不然用 V12做那个摇摇椅。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就是你启动那个，他就带那个椅子就摇摇摇。我昨一个人去靠我，我就讲够久的，讲超47分钟。伊当初来看一两百，结果咱无，哦，伊要找一两百。对。啊，去我去阮厂订一台 GLC， 伊要来抢抢，我就看他想慢慢撸掉，不要慢慢撸掉。眼睛高就亏啦，啊门啊毛就亏啦，哦，把手无敢换。原厂二手。对啊。哦。啊撸掉，啊有诶无诶，诶我啊有小狐狸，讲有啊有俗3万呐。我不要甲讲。你都买啊，很简单嘛，你觉得值得你就买了。你会这么纠结的点，就是因为你花了快200万的车，你买了这个车还要再整理，你会觉得好像不太值得。好，你如果那么在意这个点，我建议你就不要买了。哎，跟我赶快去试驾了。啊，那个就算是驾车吗？是啊，就大概2年车啊，跑8000而已，年数就只有一次，换一次有旧一次没变一样的。那我听我嘛，就拉少了呀。这一次喷完没有钱，除非科比还要再喷掉。哎、啊欸，我这样喷起来，输蓝博输丁，这干嘛？输你一个，我来嘛，叫你讲算起来，他干嘛高蛮贵的，要10万，钱不是这样花的，薪水就没了，一个礼拜就没了。好了，你认真讲一下，有没有觉得跟之前差很多？差很多啊。对啊，看我现在画面都不会跳，就很正常、啊。等的时候，我要等掉啊，都贵啊，就差了。对过来讲，你个阿吉冲。给他调，之前调的都白费工了啊！所以我应该跟他说不要调，我下次换轮胎来再调。对啊，哦，好了，拍谁拍谁，我先这边跟阿吉老板道歉。觉得是这样吗？因为那时候真的很难调，因为你要硬，啊那边又软的，这样互相就抵触，自然就道歉。再加一万，算贵一点就好了。算贵一点。人家查到嘴，这才叫车了。那你觉得这硬度够吗？还是要再觉得这个这样就可以了。再硬下去，我奶就会晃。真的啊，再硬下去，胸部会抖动。那你可以了。差跟之前差太多了，有点惊吓到。之前我在环东，有时候都觉得好像会抓不住，弹跳太大，就觉得好像会有某两个地方离地，会浮起来，会浮起来的感觉。对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看等下测速看多少这样。啊，没有，我比 CRV 快。来啊、哦、，CRV， 我买羊超瓦的。看、啊，你看，我被飞斯达超车了，你说你多快？你看摩托车也没有，摩托车，我是嘴巴说错而已啊，我们也是开慢慢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再软一点点，再软一点都比较 Q 的感觉。对，那是 mine 的，我都看不清楚。反正不要过60就好。还好了，不太会超速了。我也是都大概60这样好像。60迈就100的，以前那陀塔那种玫瑰的，我都奇怪为什么，因为你踩个耿耿给完了，你看那被砸完了也奇怪，我都奇怪为什么大家看那么慢的，还不错啊，钱花值得，对啊，哎，值得啦，哎，开下这钱啊，对不对？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 QTR 製線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泰山，今天哦做一些修不完的，知道吗？泰山说要把这个换掉了，换什么？我们那个小人贴纸吗？嗯，小人贴纸没有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吧？要修谁？哎、欸，我早上啊，我看到的宾利啊，这个在动，这个都不会动，它永远都这样，哈，两个 R 在那边都不会动。R 两个 R 那是劳斯莱斯吧？宾利是 B 耶，劳斯莱斯，我这个没那么高级啊，没那么高级，感觉好像太小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。嘿嘿。啊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，我自己转。哎，塞嘞，塞嘞，我看我夹好啊，可以啊，好像可以，刚好，刚好啊，没事、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没错，两个摇，好了，加油，真的是这样，可以嘞。那、啊、你要去跟他拍一下吗？不要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要不我们开回去，他就飞走了。飞走的点率超会高、啊。你现在照他那个点，他不是都去五指山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搞啊被冲啊，边都变形了。啊，你别搞啊！欸欸欸
无啦，你忘记的。哦，哇，转半圈又回来是正的，那轮差会把它补回来。哦，夹起来，那就夹。站起来。好了嘞，慢慢花，不要一次花到紧绷就没有，以后就没有片可以拍了。泰山，这样好像不对嘞，我们好像在比赛看谁钱花的比较多这样。我花了5万，花10万，你就要比我更多就对了。换了铝圈啊，也换了轮胎，嗯，还有换了排气管。原本就双出了嘛，哈。本来来的时候是四出，他帮我烧成、哦、单管就了，对，一边只变双出了，对，随便花个喷个10来万吧，要吧，差不多。对，泰山，改车是不归路，不要乱改，改到这样看起来最明显的是我变成消光黑，就这样而已，没了，都结案了，结果花了120万了，可是满足自己就好了，喜欢就好了，我常讲的。对，你这个有阀门对不对？我记得有改阀门都会比较贵一点，可是有阀门比较好了，万一去到社区可以关起来就比较小声。我没有在管。那你就不要滑粉了，啪就好了。最省钱的方式，把排气管拔掉，声音就变大声了。我们等一下再试一下车，感觉一下，看再花这一笔值不值得。喜欢再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下一步你要再改什么？不要告诉我你把它改成量卡、啊，低的改完改高的嘛，就是改成你要溯溪嘛。啊，现在流行溯溪，我们改成吉普车这样。这个我还没弄嘛。你说这个要贴起来那种，这样。对，对吧？啊，再来的。我很想自己在外面挂两个光圈，这样就装两个圆圈圈而已啊。啊，先拉一下，拉到接小灯就好了、啊。还是要做开关的，就是要再打开，不要再关起来。一定要装开关啊，因为验车嘛。验车。对啊、我在想大灯要不要装光圈？要拆开，应该不是冷胶了吧？我忘记是蓝胶还是什么胶。这个对啊，没关系，现在我们有经验了。对，我觉得你这个比上次我们那个野马还帅了啊，就长得要有这样。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只有这样，对，手拍的，对，上对啊，手拍那当然没有，对吧？人家手拍就差很多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说那个算野驴还是野狗？说我啦，我不是说他，好不好？你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。哎，我跟嘉伟说我要先走。哦，你跟他讲一下。来，我先走喽。哎，嘉伟哥，我先走喽，拜拜。不用送了，没关系。应该逼干的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这台是要换一样的排气管，但有点搞不懂我什么要。对啊，你跟嘉尔哥同台，嘉尔哥在哪？在那边。有可能会出现。